欢迎大德陈灵道电文师啊，莅临我们天伦道场来慈悲。好，现在我们就恭请陈灵道电文师来给我们示缘。我们向领导点元师问好，一鞠躬。好，大家好。点元师好。好，请大家坐。好，大家请坐。哎，我们大德领导点元师，咱各位点老师，各位坛主，人才，各位前贤，大家晚安，大家好。后学刚才忘了去。请示点师慈悲，讲要用台语啊，用国语。台语吼，好。无下个国语嘛，无甲下标准，台语嘛无甲下标准吼，安尼综合一下吼，谢谢吼，谢谢给后学这个机会吼。后学感谢天林书店，祖师的风慈台湾，师尊师母的大恩大德，德光普照，老真人真人的恩德啊。今仔日咧，咱领导点老师的慈悲啦，吼，各位点老师的慈悲，吼，好合这个机会来遮，甲咱大家来共同来学习，伫遮尼庄严殊胜的这个道场啊，感觉讲实在是真荣幸的当咧，就是伫遮尼咧，伫这个不管讲是佛堂还是讲堂咧，蓬荜生辉，所以。就看会当沾到这个光彩，甲这个光荣啊，带登去天路来学习，这是就今仔日来最大的这个期望啊吼，嘛吼天路大家咧，当讲搁再振作吼，这个精神来修办道啊。今仔日咧，就奉了着咱领导点老师主命咧，就是讲今仔日是大主人才，但是吼一向。拄则才甲咱领导听师讲，自佛学会知影吼，会即个伫即个道场会看册，就拢去看到咱领导听师吼写足侪即个资料啊吼，后啊都拼死看拼死抄哦吼，但是吼是啊无迄个智慧吼，咱听师的即个佛学精神，甲咱听师的即、這个不管讲是伫即个修养方面，还是讲伫即、這个咱。广学多闻这方面啊，其实实在是咱道中足好的这个标杆吼。有一边好学去这个，唔知陪什么人去这个医院吼，诊所遐啊，看到听说有在看病看了一段时间吼，拄啊浪旁就开始过来写资料，就开始过来看册吼。我伫边啊，我才一直在讲哦，人。即个伫即个智慧那么高吼，实在毋是偶然的吼，就是爱博学多闻。尤其啊，即个多啊，会使讲多毋是文章，多嘛毋是知识，多是生命的物件吼。不管是伫即个心内底啊吼，拢总有多，即个多念非常的即个浓厚吼。当然就是修养一定是好的吼。那后下今仔日呢？就想讲这个谈判班吼，甲咱大家互相来勉励，就是修办道的这个精神道观，因为这个是精神是一个真重要吼。较早台中区秋龙鼎老师在甲咱训练人才的时阵啊吼，有时候吼，捌讲为早时啊，捌讲礼拜时啊为早时啊一直训练到夜晚三点，三点就回去吼，回去了后。咱知影较早无周休二日啊，就礼拜日啦，就训练到夜晚半暝的凌晨三点。即摆大家训练袂晓，就阁罚徛。罚徛呢，就伫要天光啊吼，因讲恁五点才过来有啥毛病啦？你看用困啊，是袂用困嘛，是袂用困啊吼。但是吼，佛学有滴感觉讲，这个精神吼，就是有迄阵吼，就。受了着咱大德区秋龙鼎老师的这个训练吼，大行拢袂晓啊，
还是讲下到即马咧，嘛是还阁顿顿啊咧。但是呢，就是一直为迄当阵十几岁在学人才的时阵吼，都受到台铁区秋龙鼎老师安尼即个训练吼，都感觉讲，哎，这个精神实在是很重要吼。伊讲恁知影在练人才，吼，都是在练精神。在这个道场当中，若无这个精神呢，都无法度来推行这个道务。所以讲，这个精神是非常的重要吼。啊，所以学校呢，就是讲，拄只只咧教咱地点老师慈悲来讲吼，讲哦，咱只个点老师拢足慈悲的，包括为咱的领导咧讲话，嘿，使讲修养足好个吼，啊，拢足慈悲的，啊嘛无搁咧讲重话吼，啊，咱只个点老师嘛拢足慈悲的。啊，毋过后行吼，伫啥物环境，伫咱台的区长听说的即个严格即个训练吼，啊，讲用所讲的即个道义啊吼，拢参严参足重的。啊，拄则才甲台长说，讲毋知去考体了咱吼，啊，开始讲讲话，后行吼，就以咱倒来，虽然讲倒来咱天伦道场啊，后行是无会感觉讲。就是我们宝光建德的道场，所以学校都感觉无分，好无？因为吼，因为毕竟是咱的道场吼，啊，咱家己的宝光建德的道场，咱大家都是一家人哦，啊，咱得实话实说吼，啊，即摆学校所讲的拢是伫个修办道吼，伫咱天立道场，当然伫即、這个。做无够的所在吼，啊，提来检讨吼，啊，才把这个检讨嘞，今仔日提来，才甲遮嘞，甲咱大家互相来勉励吼。那咱知影，这个大多的蒲团是非常殊胜的这个因缘，因为咱是道脉的传承。咱道场为什么规矩遐尼严，爱遐尼严？为什么伫这个道场为什么着爱讲安尼吼？甲即个咱一般的即个做善事不一样吼，就是有富贵礼节啦、尊师重道啦、形象客下啦，也是讲敬老尊贤。总共道场是一个尊敬啦吼。啊，即、這个有这些的问题，咱知影讲为着咱的师尊师父的圣德，互咱办即个道，咱的责任吼，甲咱的使命吼，真重要，毋是做善事。就是道脉的传承，而且道脉的传承当然就是大多的蒲团上继承了着这个神龙之道道统的这个神会相传，啊、哦，那下爱传到这个万国九州，所以这条路呢，恐惊讲咱若准讲共办唔到去，或者是讲，咱若共做唔到去，或者是讲输这个道场，就是。好亲像讲去庙寺，也是去即、這个吼劝神吼，共款安尼吼，那个不能超人生死，袂当超人的生死啊吼。尤其每多一个众生的即个慧命啊，拢是需要咱各位啊，拢掌握在每多一个坛主、办道人才的即个心上啊，这是非常的即个重要。所以讲，咱的即个使命。上过三千年前的这个道统的神会相传，伫龙天表文就写得真清楚啊！哈，伫这个道统已对至今3000多年哩，今望奉天开恩啊！所以道统已经就是3000年前的这个道统啊，单传一直到咱啊。这个蒲团就是咱的，这个弥勒祖师讲天盘，师尊师父来讲了的这个道盘。咱的使命就是爱道团万国九州哦。这个，咱今摆嘛，家己想到安尼吼，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一个神圣的使命，甲这个神圣的一个天职哦。所以讲呢，咱就是伫道场啊，不管讲是啊，真人点啊师啊。在这个道场内底所给咱要求的一切的这个佛规咧，即个一切对咱的这个生命吼，要爱调整吼，调衡印象的，咱身为坛主办事人才啊，就是袂使马虎个凊彩吼。所以讲，三天大事人间办吼，在这个人间来办这个三天大事吼，咱家想讲。
一个三天大师、三天的神父之下同龄，拢来办道。咱到底咱的来历是啥物？咱都爱知影讲，我们的来历相当不简单，俗世道经、历史的这个道缘啊。所以讲，咱拢过去昂扬、青扬，受过土、食过菜，苦修苦练，加这个三教圣人、五教圣人来修道啊，就是伫个迄当时呢。咱的这个弥勒祖师要来讲天盘，师尊师母来奉命来奉了老母娘的这个天命来大开普渡，咱大家拢同齐跪落去立愿，要来做这件工课，跪落去求老母娘慈悲，当作三佛普修有缘正智啊。所以讲这款的使命吼，咱伫咱师尊师母的这个德根诶，这个教养之下，诶加庇之下。咱拢非常的这个尖耕，就是会当咧，大家投入了到这个办道的这个行列，这个神圣的天职甲神圣的这个使命啊，假使咱这件代志若做无好，可能咱的凡事嘛做袂好，圣事做无好，咱的凡事嘛做袂好，因为咱的这个咱的来历啊，咱的来历就是相当，是立愿要落来救度众生的。所以这个工作是非常的重要哈、尤其咱伫前间的部分，甲大家呢，就是来互相勉励，白羊应允，一志超生，今生修持，今生解脱，天人合一，诸力佛力，三足大师诸佛啊，圣经之下同林，当作三佛，道务发展为上下团结一致。诚心、真心、天人应付，办道的力量，发心发愿，真贤的圣业，应做标杆，行传佛学，爱无限的悲悯，无我的生命精神，这个是这个开场白，甲咱大家互相勉励的先，因为咱三足大普渡，这毋是咱的师尊鲁大人同时来承担的这个。大使命的时阵，伊就讲啊，所有为自有道统以来，所有的神父你也毋捌办着三朝大普渡啊，我嘛头一届，师尊老大人讲，我嘛头一届，来办这个这大的这个代志啊，吼，这是老母娘亲下了的这个天命啊，是一个大圣业，咱今日所承担的是一个这个大圣业吼，所以讲。这个大圣业天时天分，十方吼，这个十法界全完全启动啊吼。咱刚来看一个请单经，咱就一旦知影讲，这个办道的力量不是人的力量，敢若要办一个鞋啊，办一个隆重，也唔捌代志的，老母还去亲临佛堂来主持着，这个救度众生的这个工作，所以讲。咱就知影，一佛出世，千佛应护。啊，若无拄到迄个时阵呢，无拄到咱弥勒祖师来降天盘，师尊师母伫乱世来出现人呢，咱可能嘛无这个机会。所以因此啊，老母娘亲下天命，诸天神圣三天的神佛，拢总坐下同临，这办道绝对无人的问题，办道是天的力量。绝对是天的力量，所以只要咱每多一个办道者，把咱的心交予老母娘，要安怎把咱的心交予老母娘吼？你着这个办道嘛无压力，办道嘛无这个无这个拄到困难来讲吼，求助于天，因为咱今仔是办天书，三天大书，所以。在这个办三天大事的这个当中呢，是天人合一。在助力的方面，当然就是咱在三期的这个修道啊，会使讲白羊应允，将一切的修行，甲这个一切要安怎修行正果，会使讲咱祖师给浓缩在一个最简单、最简单、最简单的修持法门，这个最简单的
只有你度人行功，吼、哦，忏悔修道，吼、哦，咱师尊师母有替咱安排一条这个修行路，就是十条。这个十条呢，当然注重咱修道迄个时阵呢，伊就甲咱指点，你就是佛，你就是圣人，你有佛根哦，吼、哦。你要把这个佛根来给它喷射出来吼，那这个佛根呢，当然这个浓缩这个法门，这个佛根呢，就是安排了着这个十条大愿，十条大愿，让咱究竟来成佛，这就是啥佛愿，绝对不是讲像一般人咧讲的讲，就是咒诅，这是啥佛愿。每一尊佛下凡要来救度众生，若无这个佛愿，是无可能有这个力量来救度众生的。所以师尊师父甲咱吼安排这条的路，伊甲咱交代一项非常重要的吼，会使讲非常重要的这个工课，叫做善护觉甲善护念，甲咱交代一项，你若管不灵了，难把相反，吼。指点这条真明路，通天的光明大道，已经予咱啊，要登去无极里天，哦，随时会当，哦，感受到无极里天。只是咱有行这条路，也无行这条路，这就是爱问家己啊，为什么我们的修办道那么苦，修道那么苦，办道那么苦，就是咱这个。无实施到咱家己吼所爱行的这个路，所以讲，这个十条大愿是一条解脱的路，一条解脱烦恼的路，也是一条成圣成佛的路吼，究竟成佛的这个路啊。所以讲啊，这个传三宝给咱最重要的这个叮咛甲交代，师尊师父一代的圣人甲咱叮咛甲交代，这条路。这十条，不管大人囡仔，不管讲是咱性凡兼修，无一个做袂到的。大家，你看师尊师父的这个恩德，予咱做会到，会使讲为诚心保守、实心修炼、实心忏悔，一直甲吼、哦、量力而为，就是实心修炼吼、哦。这个部分啊，总共有十条，这个十条吼、哦，含囡仔都做会到。无一个做袂到，所以讲，咱有去做，也是无去做。伫天人共感之下，有当时啊，后学定来甲咱天理的小好事讲，啊，咱伫个老母娘的面头前，吼、哦，都是伫天人共感。咱有当时啊，甲当作猫腻状况，吼、哦，人讲嘴口完就真严重啊。伫老母娘的面头前，三请单，吼、哦。所有三天的生物拢伫遐呢来共感之下，天人共感之下，咱个当作马力动风。有当时啊，咱会感觉我的人生为什么那么坎坷？我的人生为什么是那么困境那么多，考磨那么多？为什么也哈尼艰苦过？是咱伫老面头前的老母娘的面头前所答应的代志。而且，甲咱当初下凡要落来救众生所，甲老母娘立愿的代志的，咱这个不务正业，这个正业咱无去做，所以咱的人生坎坷的路、困难的路，吼、哦，一定愈来愈多。你若愈无做，一定愈来愈多。啊，不务正业，吼、哦，我们的道，祖师的本怀，老母的正道。就是三义外教来讲到第一的重点，智慧，你智慧是立下智慧，空求无所众生。但是吼、哦，咱不务正业去做啥物？做慈济，做放生，做一切哦。看人在做慈善，看人在慈善，我们是要做，空给神人。但是看人哎，咱会去看讲，为什么咱那会遐麻烦，搁去度人？啊，搁受人轻视，啊，搁受人诽谤，搁受人一切，人做善事唔免呢，钱摕去就好啊，钱落来就好啊，搁对咱真好嘞。啊，大家电视安尼播出来，大行拢有看到，大家拢有看到。
为什么咱爱去遐尼辛苦去度人？为什么咱爱去救度众生？所以这项工课吼，大母娘派咱落来，每多一个人无唔对，慈济很好，但是他的使命就是做慈济的工作，哦，每一个人做善事吼，做善事，但是咱爱家想讲。今仔弥勒祖师讲天盘，咱所做诶代志是虾米？即回是来空救无数众生，所以救每多一个众生诶灵性会当咧来处理苦海生死啊，而且轮回，互每多一个众生来断生死轮回吼，这是非常重要吼。咱家看讲，一个没有求道的人，哎，咱即边去即个仁爱乡救。哎，救灾的时候，因为水灾真严重，因为社会科长来，伊讲吼，咱度伊求道，伊求道了后，伊讲，哎，那个，我告诉你吼，当然伊唔捌人叫咱董事长吼，董事长，我告诉你吼，你们做的三宝求了后，伊甲我讲，伊讲吼，你们做的工作比。某某某某机构吼，咱即下莫甲人讲，人因有因的使命嘛，对无？比如慈济有慈济的使命，吼，啊，即个佛光山有佛光山的使命，咱莫去甲人批评。因奉命就是来做迄项工作，但是咱的奉命是啥物？救人的灵性，脱离生死轮回，这比做善事搁较重要，搁较重要。所以伊救到了后，得到三宝了后，伊讲。阮遮个人在劫安尼济，阮遮个人吼，拢是无为良心本性来下手啊！大家贪欲的心吼，伊讲自九二一开始啊吼，较早也袂呢。就九二一开始哦，政府嘛来救济，啥物人拢来救济啊，变作啥贪心，变作贪心。大家虽然无啊艰苦，但是拢贪心。董事长恁快用去来讲一寡迄个新生心灵的讲座吼。让他们觉得我们没有那么可怜了，哦，咱上可怜的是啥？咱上可怜的是本性未失去也唔知，沉沦在苦海，逐天都真艰苦伫咧过日吼。所以你甲看哦，一个心求道的吼，而且有一村的这个村长，伊是去做啥物啊？伊本来是文化大学教授。因为伊为着要养身体，所以走到这个山顶飞溜去。伊嘛来，伊是基督教的长老，咱嘛甲度伊求道。伊本来唔肯，到尾后我求道了后，伊甲我讲一句，伊讲哦，原来孔老夫子的无道一以贯之，我终于明白了。所以恁在做的工课吼，比任何的这个救济搁较重要。所以这就是咱的这个重要。啊，咱有当时啊，咱会感觉去跟人比，人家在放生，我们为什么不要去放生？真正的放生就是清苦，哦，一般放生就是抓去放放的。咱捌看到台中港有一边，我着一个道亲吼，较早未求道咧，未海上，我讲你已经偌久无做啊？几个月无做，才来求道安尼。伊讲吼。我感觉你莫去放生啊！迄放落去遐，人毋是好起来，好起来你搁摕钱去予伊，伊就搁放落去遐，还搁好起来。真正的放生，你就不要吃他的肉，食伊的肉，啃伊的骨。真正的放生就是清苦，不食众生肉，不杀众生肉。所以，因此，咱。会使讲，师尊师父的叮咛交代，你若管不灵了，难把相反啊！吼、哦，咱的重点嘛吼、哦，就是伫咱这个十条大愿内底啊。这是啥物？十条大愿是弥勒的家业，弥勒的家业。恁今仔得到弥勒的受记，名师一子得到弥勒的受记吼，咱是弥勒的弟子，咱莫不务正业。弥勒祖师来的是什么？咱今仔要所做的工课是天盘的代志，是师尊师父讲道盘，咱的弥勒祖师讲天盘，所以讲是天盘的这个代志啊吼。所以咱真行把这个刀啊，吼，把这个刀当作于唯一的这个生命，
所以讲呢，伊每多一个求道了后，你甲看讲为着咱冤家大帝、苦前人、世前人，甲咱即马咱的临前人大德啊，看到每多一个道亲，不管讲是每多一个道亲，咱即马有当时啊，咱会看到讲苦前人，我们很少看到，很少碰到。咱看到施真人，看到林真人，安尼透中道，无困中道，身体嘛毋是解，吼药啊直直食，嘛毋是解健康，为救众生，实在讲吼，大家拢真疲劳。所以啊，无休中道，干那一个人来，伊就背咧直直行，那种见道成道，迄种标杆，是毋是？就是讲，一定。咱看到前人辈，伊这种标杆，一定是看到每多一个人。既然你来到这个道场啊，我一定，你来既然来求道啊，我一定要让你成道。既然你还未求道，上天给，或者佛陀一定最后这届的机会，我一定要让你有机会超脱生死轮回。这款的心，有一天呢，咱看。听苦前人啊，都甲后下讲啊，咱做点团事办事员，因波师度人来的时阵，咱唔好安尼慢吞吞啊。我甲你讲，众生的这个业力是很强吼、哦，哎，就是入来到这个道门，你若无足要紧的吼，足强烈的迄个责任感吼、哦，等下不爱求道啊，伊若不爱求道，唔是咱会讲啊，都啊无缘啦，有当时啊是咱想太慢啦。有当时还是咱无真正无这个愿力啊，袂那唔哩。所以那种没有求到，苦前人就讲啊，你甲看，你度一个人，伊的九贤七祖拢会当超生啊。你即马予伊来，已经入来，那无简单，已经入来坐这只船啦。你不要让他，你不要让他说吼，如果跌在这个苦海中啊，哎，赶紧来救起来，这款的心怀，这就是啥？真贤的圣业，咱永远做咱的标杆，生传佛号，无限的悲悯，迄种悲悯的这个心嘛。所以，宝光建德道场的道务的推行，而且的大目标就是以三多，让每一个人来求到了以后，必尽成佛。三多是成佛的保证吼。所以三多咱拢听真济啊，三多是祖师的本怀。祖师的本怀在哪里看到？哦、就是第一点，涅槃初回，空寂无所众生。弥勒祖师的慈心三昧，就是确实要让你，要让你断生死轮回。要断生死轮回，一定要先让你断因果轮回。你得到道了后，不是老母娘歹让你回去，因为啊，你得到了后。你阁继续食人的肉，吃人的骨，毋是老母娘歹，互你转去啊！冤亲债主，甲你有条条，你拢无解过啊！你来求道拢无解过，要继续甲人结冤仇。所以这个重点，祖师的慈心三昧，这个重点非常的重要。那开佛堂更重要，因为多感慧体，来希望家家弥勒佛，每一个都成为弥勒家园，世界要大同。一定要先修道，为达持家修道。咱家看讲，若无开佛堂吼。